今天上干班了，起身抓抓鼓，准备弄一扳手自创的火山飘雪排骨来吃一扳手，先给它焯一扳手水哦。葱姜料酒来一扳手，这水焯的差不多了，弄来捞一扳手，炒一扳手糖色，白糖加点点。水烧开了，就把这个排骨下一扳手，这排骨煮的巴适，再给它焯一扳手，差不多起锅捞一扳手。把那排骨我们给码成堆堆，就像火山一样。用刚才的原汤把渣子倒，再给它炒一扳手料，洋葱来一扳手，青辣椒来一扳手，小米椒来一扳手，再给它勾一扳手芡粉，把料汁再给它淋一扳手。这火山强不强？火山！现在再给它飘点雪，我们的火山飘雪就做成功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火山飘雪，火山飘雪已经做成功。在这一分钟，我只要吃它一扳手，看看。味道相当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：炎炎夏日，小伙伴们可以在屋头把这道菜做起，喊你喜欢的人一起来看雪，巴适版。